闭上你的双眼，放松自己。观察你的呼吸，想象自己被一道明亮的白色光柱包围着，并且保护着。继续关照你的呼吸，这会让你放松下来。然后去观察你的感受，接着去观察你的思绪，在头脑中观想阿斯塔指挥部。阿斯塔指挥部连接的想法占据你的整个意识，整个身心。把注意力放在心轮上，并让你的呼吸穿越你的心轮为连接做好准备。进行连接的时候，感受会很微妙，而且充满着光，它也绝对不会突然而至。如果出现一些杂念，只需要简单的把你的意识带回到进出心轮的呼吸上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以心电感应的方式接收来自阿斯塔指挥部的信息了。
缓慢地释放你与阿斯塔指挥部的连接，把注意力带回到你的身体，带回你所在的空间。